紧张紧张，超紧张。干嘛说？是否可以开图鉴呢？开图鉴，欧抽不能断。哎、欸，又来了、欸，怎么办？马上重复了，看个人记录，抽好抽满，怎么办？有哎，猫、欸、猫那个太夸张了，我就是这样压力超大的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一定是我的欧气都给猫猫拿走了，这样，对呀、啊，不好的开局。我根本那三张都先来了吧，抽好抽满，被我一抽金色的，别怕别怕，好，两张全部抽光，好，是终于的石头，终于的，是否今天加倍有感呢？让我们看一下，啊，啊，天哪！开局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个完美的结局。来了，开图见啦！猫猫还钱，猫猫还钱，为什么？没有哎、欸。我已经把那个，哎、欸，不然的话就是魔王子，哎、欸，开图鉴，天哪，太扯了，说来就来，好啦，现在剩下三大奖了，我们剩下三大奖，其他通通都抽光了。你的账号非洲公主要难受想哭了，真觉得好像飞了，所以剩下三大奖。红铃密码抽，对啊，这场说是不是要密码抽、欸？哎，声控哦，速还真，速还真，没有，欠越久利息越多，啊，用密码抽啦。可是我忘记密码好像77730630吧，哎、欸，又来了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天哪！密码抽好像是6630跟730吧，对不对？是吗？猫猫怨念集密集抽，太夸张了！有人说2210，没有，太扯了，根本扯。啊，无心流啦，我们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。刚刚看到石头。欸，我几抽啦？有人知道我几抽了吗？全部没中欸。好啦，无心流啦，我们不要想太多，就是来了就来了。还是没有，石头抽光光，是怎样？大家都跟抽一六抽了。学姐说石头抽光光。祈祷红铃快抽中，鸡舞王，鸡舞王是好的开始，熊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准备要来了，扯运气，蓝色喜欢你。
亲爱的主，请听我的祈祷，让终于去欧洲吧。感谢那个谁，云阳祝终于去欧洲了，又来了，所以感谢云阳的祝福。刚刚九抽了都没有一张黄色出来哎，对呀、啊，很扯哎。谢谢拉迪赛，一定是没人斗内的关系，没人斗内，所以没有黄字出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730会不会有哦，730哦，你看一下哦，730是否会有黄字呢？很多人在收，是不是？来一张金的吧，金的什么都好，随便金色字就好，要有什么都可以。303030，我们赶快出完六。哎呦哎，啊，太神了！密码抽，不管任何黄字，我们赶快抽完630再来一抽，来吧！一页书，一页书。哎，你看我超厉害的，说什么有什么，来吧。好，我们等630。本来说拿到去吧去，再来，中一页书喽。声控流，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630。都给你声控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其实我色盲啦，其实它是黄的，不要骗我，真的是业障重，你知道吗？这业障实在太重了，蓝蓝的。哎、欸，我几抽？十抽才一抽一个黄色哦，干嘛中文跟我一样吧？十抽才一个黄色，十抽才一个黄字吗？哎呦，我业障好重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办？好可怕哦！黄字来吧，黄字没有啦，它是蓝色的，好可怕！我点那个路人才很下，等等再看730。那我现在12了吗？12抽了是不是？精灵大法，一片蓝天。别怕别人账号啦，这抽卡机是很扯哎、欸，对啊。这几个那个了啦，好像红尘啊，这么多张这个，真的要重登吗？重登就洗牌了哦，重登啊，要重登吗？
蓝色忧郁，好不入哦，随便你，终于说随便我，怎么办？从等等等又有一页书了，怎么又是这个啊？终于放弃了。别重登，大家都说别重登欸，大家都说别重登，猫猫出来当剑靶了。现在猫猫会那个，之前都在气别人，现在换别人讲他，讲他，讲他爆，快快点抽比较容易有稀有，真的、哦。怎么办？可是都蓝色的欸，记录王来了，是布水晶什么东西啊？来吧，给我黄字。来了，叶小菜，来吧，叶小菜，听我的，一定是他啊，是树王真欸，树王真欸，树欸，树欸，所以算上叶小菜哦。几抽了？几抽了？我剩下叶小钗，对不对？深空流剩叶小钗，跟刚刚一样哎、欸，但是顺序就是最后一个是叶小钗，但我叶小钗超多的好不好？真是我叶小钗多了三张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这样几抽了？这第几抽了？金卡不能停，终于加油！没有，没有，他还在路上。哪一页书？哦，我两张吗？没有吧，我只有三张哎，怎么又是他？天哪！我看了200颗石头，现在剩下100多颗了。天哪！第几抽了？剩下叶小钗了。剩叶小钗，叶小钗来吧！业障重，这个一定是我李云飞周人在帮我抽啊？为什么建成你也在抽？建成你24毕业，建成你24，建成你24抽哦。那我现在第几啊？有人知道吗？谢谢阿姨，没事，我只是寒爽的。谢谢，感谢土豆，谢谢土豆斗内，感谢土豆，土豆，赶快啊！我要黄字啊，土豆。14毕业。先把它抽光喽！说一页就一页，七抽毕业，太猛了吧！终于花了20抽抽完，哎、欸，怎么又是他啦？我们看一下630，我不信，630会来一页书会来的，这个密码。嗯，还是没有。哎呦，
天啊，好欧，我好飞，一个好欧，一个好飞，这第几抽了？限制数很难抽到，红英今天有抽没有啦？这是帮别人帮朋友抽的，真的。该不会二四跟那个谁一样吧？该不会跟那个建成？建成你是几抽？建成二四是不是啊？建成二四是不是？来了，来了，我们要声控流了哦。叶小菜，就是你了，决定就是你了，来吧！耶、yeah, ，我毕业了，来了，决定了，说声控啊，抽耶几抽啊？上几抽？二十四吗？现成二十四哎，二。那这样多少啊？好会声控，超会声控，这节怎么不行？这个，然后说，这底22吗？现在是23、24，抽的顺序都是一样，是22还23？23哦，23、24。这好帅，对，这张画的真的蛮帅的。刚刚包包是显示22哦，那应该是23吧？对，23。好啦，终于抽23抽毕业，这个真的是差天差地远，真是差好多、哦，就是很欧的就很欧，然后真的是差，就是非常欧的就很欧，然后非常飞的就很飞，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就是账号决定一切吗？还要抽？不用，没有吧？神预测还要抽25抽吧？没有吧？终于你在那个要结束就记得那个帮我踢一下账号，对，抽25抽哦。抽25抽，那你还要什么？你一样抽这个吗？人家要抽25抽，那你要抽这个吗？一样是霹雳吗？你要抽一样霹雳哦、喔。23不算飞，我23抽还没毕业哦。可是有加倍吗？是有加倍，有加倍。像那我们还最后把最后两抽抽完，最后两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两抽是不是可不可以一样抽到就是黄字，我们无心流，看是不是真的加倍有感，因为现在是加倍啦，他是说三张有加倍，没有，这当然是蓝字加倍吧，抽好最后一抽，剩下最后。真的来很多张哎、欸，这魔王子被人家说不是很好，就是对啊，就没有不知道。好，剩下最后，204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刚刚有人说210，刚刚有抽，哎、欸，210哦，没差，就这样吧，看看，反正最后一抽了。还是没用，骗人的。而且还是说不错用，是不是？魔王子很烂。哎、欸，连两抽来两张魔王子啊！终于抽中了诅咒，就来连两张魔王子，算是三奖吗？比不上信长。对啊，就来两张他。好啦。谢谢，抱歉，我路过一下，拆，谢谢，感谢智胜，谢谢智胜斗内，智胜，对啊，拆是怎样？刚刚看我抽到面小拆，我好来登出 ，OK。